天我落地碰野岭，跌扑矿工欺负天。 我们地术拳分为上中下三盘，上盘以南拳为主，以身助气，以气助威。中盘夺杀，后化制人，下盘教化神，是一个制服性的一个捆绑主控。我叫陈伟强，是地术拳第六代传承人，现在西武已经45年。 我出生在武术世家里面，但是我从小真的不喜欢练武，觉得在实际生活中没什么用处。还有就太苦了，我父亲对我非常严厉，我稍微有点犯错，他就叫我这站在那边，视频嘛，筷子夹了丢了重新再来。17岁，我自己兴趣报了警校，出来后。 刚才在工作不久，就遇到一个案件，追捕一个持刀抢劫的犯罪嫌疑人，追到岷江边，看到我拦他，他马上把刀拔出来，我就懵了一下哈，然后冲过去用地鼠的捆绑制服他，那时我很有成就感，所以说我那时沉下心来，又重新把武术过了一遍，重新认识一遍，我才喜欢上了武术。 地术拳起源于明末清初闽南的一个白莲庵，是中门武艺，慈悲为念，一般是防御制服性为主。地术拳也叫做狗拳，通过长期的观察狗的动作，跌扑翻滚，演变成我们人体肢体的一个进攻防御的动作。 地术拳是捆绑、锁控为主，那对对方躺下控制住。对于目前，我们抓捕嫌疑人能够实际运用到的一个一门武艺。所以说我把地术的元素很多抽出来，加以提炼，把这门的武艺传授给警员，然后来训练这些的我们的战友、我们的同事。你要抓。 前推，遇到对方高边腿，在出腿的刹那，你用腰间的转身，你看，最大的部位是扎起关节。训练过程中，首先最明显的是体能的，第二是防御能力，第三，通俗讲就是胆，胆有了，临场不怕。 让更多的警察能够掌握这门技巧，在平常执行任务中少受伤、少流血。报警中，笑眉中，把传统的武术融入社会中，让更多人领会到它的精髓，唤醒更多的人参与传统武术的锻炼，保一方的平安。